来台南以前啊，我就看到师父啊，一本第一本册啊，《心地法门》。哦，我迄阵啊就感觉讲，这个师父啊，就是我要皈依的；这个法门啊，就是我要人生啊追求的法门。啊、哦，伫我来台南服务啊，哦，我终于啊，因为有那个愿。所以愿就成了，就啊很幸运的遇到我们的上人，听过上人啊一系列的开示，我才知影看破放下自在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咱每日啊欢欢乐乐的这一生啊。唔知啊，佛法告诉我们呐、啊，自在的生活啊，才是我们唯一啊需要追求的生活。后来啊，佮听到业力与愿力啊，才知道啊，愿力就是我生活的途径。那么，这个容易还是不容易啊？关键在哪里呢？就是师父大力今天的明天代表来给我们开始的迷雾一念间。如果啊我们啊咱啊踏入啊法王讲堂啊，那么我们啊咱就是啊立如来之家的第一步。亲近着上人啊，听闻到他开示的佛法，伊就甲这里啊进入如来之家的钥匙啊给我们了。所以啊，容易不容易啊？就是带伫咱这念心，是不是啦？咱有发心，咱若有发心嘛、啊，这件代志啊。踏入如来之家，生活在如来之家的生活就不是难事。那呢、啊，我们呢、啊，只要啊跟随上人啊，那么、啊、你就会发现呢、啊，总有一天呢、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围城啊，都是我们自家的宝藏。嗯。今嘛请诸位菩萨起立，那你这热烈的破声来，恭请咱的上人做咱今日的佛法讲座，顺续咱的最上人三千佛号。来，咱大家请合掌吼。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遍遍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啊，
家放松，请坐吼。咱注意中观，注意贵宾，社会上姐姐名流属性现代，注意显摆，所有咱议会热爱佛法、爱护真理，所有佛的弟子，所有义工菩萨，以及着咱四义菩萨，大家安安，大家好。今早有听到咱高僧法院、大东分院这个吴庭长讲的这话，予咱有真大的兴趣。伊的重点一句话：佛教是众生宗教，毋是众死宗教。在生人修行，命终了后才叫出家人超度，这是无可奈何补救方法。所以伊甲咱讲遐话，我有真感言。事实就是如此，在生，搁予你做偌济风光伟业，无合乎修道，到头来一万块骨灰放伫个公害所在，实在感觉真遗憾啊！你有感觉无啊？非常遗憾。无我一世地人，好听是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百姓服务，但是家己生死拢无办了。所以这位啊，让人省思无穷。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了吴庭长莅临的致辞，句句格言，句句座右铭，感谢，非常感恩。那么今天要甲注意讲，凡夫众生中的迷是迷啥？诸佛菩萨悟是悟啥？这些问个清楚。注意听好，凡夫众生就是迷了两字尔啦，因果两字。这两字因果两字呢，就要甲注意讲几暝咯。因果两字两暝一暝嘛讲未完呢。那么诸佛菩萨啊，伊讲五啥？讲五生活就是因果，因果就是生活，离开生活无因果。离开因果无生活，生活就是因果，因果就是生活。因此悟了这因果，因果落呢，因此正成菩提。凡夫，凡夫迷因果，不觉因果，无煞因果，否认因果，如果天天活在因果当中过日子，伊款迷是不觉的，叫做凡夫众生。安尼就有清楚无啊？免讲了了，我当留台啊！讲了啊，所以啊，这是中水后壁上细水哦，注意解释水，讲个跨去。所以呢，今仔要甲注意讲的，就是呢，凡夫众生，伊逐天生活伫因果当中过日子，伊毋知影伊每一个动作、举止、动作、行住坐卧、日落时钟，拢总是因果当中伫流转。但是伊呢不能自觉，也搁只化无因果啊。所以诸佛菩萨看到众生这款的行为、甲观念呢，伊感觉真怜悯、真同情。所以今仔要甲注意讲，因果是世间的真相。离开这个真相，无因果，因果就是真相。我要甲注意讲啊，是毋是咱注意以为一两千人看到海报、看到电视？看到月刊，看到报纸，或者是亲朋好友互相相招来遮听经闻法呢？好，问题来啊！既然是以上遐因缘来，安尼如本要讲话啊。看到海报，看到报纸，看到电视文宣，看到月刊来，或者是朋友相招你来遮听经闻法，这就是因。好，进入。耶、yeah, ！来，要取一个好镜头无简单，因为啊，咱讲经有阵啊足认真，面拢会摇头夹面啊，所以我拢有筛点过，无可能我袂看伊张的这个封面吼、哦，无可能讲摇头夹面的啦，一差不多十张二十张算无一张呢，哦，
感谢感谢。甲我吉祥就是因，阿麦牵入未牵就是果啊，这就是因果啊。思维听我讲经说话的认同就是因，听来开始法喜充满，笑声的遍布伫这个室内就是果啊，敢毋是因果？那为安怎这是因果？你唔识唔知影无明白，也好认因果呢？无唔对啊！动恶的念头，采取行动，然后做恶的歹代志呢？动念头就是因，做了歹代志就是果啊！你才唔相信呢？你动善的念头，采取行动，做出功德，这是善事，善事就是果。动念头善的，善的就是因。这就是因果啊！但是凡夫众生，伊嘛还阁唔相信，等下拄着的时阵呢，伊再去哀哀都未有啊！你所谓杀人、放火、强奸、杀人、违反国家的法律甲宪法，那么这就是因。被人掠去呢，大二啊，关五冬十冬，食无资本，食无资本就是果啊！哪里生活唔是因果呢？好，就去听哦。因果有两种，有善甲恶。我两个交叉来讲啊。好，你布施施舍做功德，这就是因啊。以后为了你以后成佛来铺路，成就佛道，这就是果啊。是了以后济济人学了甲赞叹，这就是果啊。安尼是毋是因果啊？注意啊，无唔对啊。所以世间的因果，咱逐天生活伫遮，可是你无注意，无认真。所以呢，在生活当中生活，你唔知因果。甲到尾讲经的以前，我伫我的意识，这些身躯无注意，无注意就是因。我头到遐曲折，即马整一雷啊，即整一雷就是果啊。无注意就是因啦、啊。我都头到累累，你看水咧，唔知影头前遐意识啊，一支铁条啊，十多箍。我像胃头前曲起呢啊，曲折哦，响到叮当。叫无人啊！即摆你看，金石金石，整一雷，迄毋是舍利子哦，这就是叫做放路边。所以啊，伫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咱伫因果当中过日子，你毋知影。佮听好哦，即摆是讲水哦。三个因果，开快车就是因，发生车祸就是果。有一个地主真古币师傅啊，我开快车也无发生车祸，要怎解释？你听好哦，你开快车就是因目的地提早到，就是故。安尼真客气哦，因为代志就善有恶，有好有歹嘛。开快车，即款互你拖过，互你闪过，无发生车祸，甲你恭喜，真荣幸啊！啊，若发生车祸哩，发生车祸就是故。我安尼讲真客气安尼，讲到入骨哩。开快车就是因发生车祸，去提早监督往啊报道，迄就是果啦。哎，你有听无？所以因果是这么一回事啊。看你安怎运用你的心口意、你的行为、你思维动作，以对一点为起发点来去论这因果问题。这是世间的因果，单纯因果，但是讲复杂的因果哦，你袂当无相信。那你若唔相信，我如本的头要坑担只，互你动。你详细个听好，哎，个问题过来哦。开快车就是因啊，哦，发生事故车祸就是果啊。如果那是讲未发生车祸，那为安怎伫法院内底？你问吴庭长，问俺江书记官就好。拍开伊只案簿呢，十件内底有几若件，拢总是车祸，也摆不平的。底下红审判判罪红交保，这就是啥因果啊？好，当然我唔是针对咱两千几人佛教徒去讲的，即下卖录音带出嚟哦，全国互遐刺激人听啦。好，佫听好，佫听好。偷看人洗身躯就是因，互人拍甲半小时就是果，安尼知影吼？即下讲较细声咧，即。啊，一个地主真国币，要佫讲话啊？是啊，人阮共偷看洗身躯看十外遍咧，拢无抓着呢，迄边才解释。来来来，我讲你听，头挂人洗身躯就是因，胜利掩护不欠，叫做过分好，是不是啊？
但是啊，我要甲伊讲啊，你定行暗路，今晚就拄着鬼啊！真正拄着鬼。这个地主公园司机三当来工程找我，找我的时，安怎你敢知影？伊呢，目睭用胡带盖一蕊，啊手用这个绷带吊咧呢。看我的时，加一句尔，师傅，这就是因果啦。我问讲是安怎？我问讲是安怎？伊讲啊，看别人洗身躯，就是因红布甲半小时，就是果。所以伊就是呢，咱要讲一句话啊，后尾拍破坏，好落去啊，哟。所以因果啊，咱就要讲话咯，一定善尽人，点下就请；无善尽人，一拄着伊才会请，真奇怪哩。所以你要做判验一定的人，判验一定的米，唔通做二定的米。是啥个二定的米？一定的米呢？一定的米，先知识家讲，伊就开啊。听了后呢，伊就认同啊。所以唔免经历，唔免拄着风霜，食着苦楚，伊才会醒。像讲我讲啊，卖啦卖啦卖啦，莫共偷看仙姑啦，今晚就拄着鬼啦。伊讲我看十遍也无拄着。哦，你要怎解释讲？经过三等就拄着啊，所以啊，咱唔好抱着侥幸的心态啊，凡事啊，人世间人讲人去做天之桥啊，我讲话唔是安尼啊，佛家讲业力因果啊，哦，这因果人现前的时啊，你看五闪五撇去，所以咱重点就要家自己讲一句话，因果伫咱生活中，伫咱生活中，家己不知不觉，伫啊化无因果，化成因果。我感觉是真可悲的，过来听好。认真读册就是因，榜上有名就是果。读册难时分段就是因，结果榜上无名就是果啊。但是有人讲话呢，伊阁足国别个讲话啊。阿叔啊，我读甲目睭吼已经近视2500度啊呢，我拢走去万科龙建设公司边啊，伊也副社吼。头家人爱开连锁店的目镜行呢，万科龙建设公司哦，伊嘛目镜行啊。我配两三支啊呢，啊读册嘛读足济啊，啊为安怎呢？读遐尔济当中，伊原对阮班上个读册囡仔对袂到啊。当然，这含有前世因果啊，唔是讲金钱讲会好呀。你若咧比较落家己，唔知伊前世的人含这些人的关系呢，有当时啊有影，你会认识。有遐真侪因果，即个等下爱讲的问题，叫做两世因果。即摆以上头前讲是一世，今生看会到。佛教唔相信天才，佛教唔相信天才。天才就是讲呢，伊的地位、智商、伊的 IQ、EQ 呢，关人一流啊。所以呢，切去我读一下，好我看一下，好我背一下就记咧。这唔是伊牛，唔是伊强，因为伊。都先去入去读册囡仔，有分析过，有学过，所以呢，伊小可呢分析一下，蜻蜓点水个点子，伊就会响啊。咱注意，咱以为遮在座有一个天才的囡仔，就是金长群建设公司伊个后生，是天才儿童，伊读个啊，这个交大，和阿弟班上呢，常常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我相信唔是外口读。我相信是道先累劫，是读册囡仔，所以这些人只要读就做会啊。所以有讲唔相信讲无因无缘都有果的，无个代志。凡事有前因，是因为咱无智慧，咱有隔音之谜，唔知伊这人的过去成长宿世是判一番角色。你唔知伊过去成长的角色，你就来讲呢，伊这些人来定论呢，安尼叫做呢，真遗憾，你唔知真相。所以啊，咱有甲唔相信天才。天才之所以天才，你若无甲以这因果来解释，有当咧历史去，有影。有影，咱人只要读册尔，逐工在拍篮球，在游泳，在佚佗，爬山，咱读甲咧无眠无去就读书人，你袂当无承认。书到今生读已迟，但是咱嘛唔是甲无甲好人今生呢？你今生若阁唔读，后出是阁愈食力。所以呢？后天不足，爱加强；先天也好人，这些人嘛要骄傲。因为呢，你还未达到究竟人道无求品质个境界，哪里才讲过傲慢呢？
所以呢，唯有甲佛的境界呢，甲无法绝合呢，一切拢唔免去讲啊，解脱啊。所以咱意思就是讲，在修道过程当中，咱呢爱相信因果这两字。好，就要听好哦。互相那是无沟通，意见那互相无交换呢，那么这就是因。以后变成所谓冤仇，构成互相误会，就是果啊。这是比如恶歹方面，佮顶个同安讲，意见闹交换，思想观念闹互相沟通，这就是因。因此，大家互相彼此真信赖，合作非常愉快，这就是果啊。拢总关系伫个啊。好，就要听哦。我一当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人，这就是因。因此，真理听袂对，这就是果啊。内心如果无我，听经文法非常客观，因此呢，含真理拍成一片，法喜充满，这就是果啊。哎，你就清楚无啊？这就是果啊。念佛就是因啊，佮最后把握命中时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净土就是果啊，有因就是果啊，果是为因来啊。如不那是足认真研究教典，语言方面足认真打拼去努力学习，而足者呢全有名词，所以讲经说话是无所障碍，无所障碍就是果，我认真就是因啊。我相信，相信如不那是不是天才，有那是靠人唔人知，艰苦唔人知啊，所以凡事为因果滴啊。心放逸畅欲就是因，沉沦六道生死轮转就是果啊，噶唔是因果？佮听好哦，你精进六道波罗蜜，乃至呢勤修戒定慧就是因，噶最后你明心见性，庄严你福慧，成就佛道，成佛就是果。安尼就有明白无啊？这就是因果啊！如本法师直在讲经说法，就是因。大家听讲呢，心开意解，法喜充满，就是果。好，佮听好哦。如本法师即马唔爱讲经啊，要落台啊，落台就是因。大家无法多听了佛法，就是果啊。你们相信唔相信？如果讲，如果拍破我认同，无拍破我唔认同话，啥呢？我做你看，我总是落台。落台你就无法度听到佛法，无法听到佛法就是果啊！我落台就是因啊！哎、欸，你是有清楚无啊？所以因果啊，伫你生活中啊，你不注意，不发觉，所以一人的富贵贫贱，乃至好命歹命，含伊多生累劫的因缘有息息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含真正的努力拍拼，甲衔接起来，又搁不可分离的关系，是一连串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一直循环落去安尼尔。这是提伊一节一节在来讲的呢。所以咱要讲话啊，富罗那尊者为何释迦牟尼佛解授记讲是富罗那尊者是我佛陀弟子内底说法第一个弟子呢？嘛是有因果呢？伫经典讲啊，讲富罗那尊者呢？是修行过程当中有发过一个愿，我愿意呢，是讲三世诸佛来人间弘法的时，我要无尽一弘法，要作为每一尊佛、一尊佛祖，以座下说法第一的弟子，为前因有故的。所以富罗那尊者是如本法师以崇拜偶像，以弘法的精神，我深深的感动。我拄啊在迄个回结生时。我有介绍到咱的显摆方法的哦，龙像，这正位生菩萨，伊也来甲现场。在过去佛塔在戒严时代是相当受约束的，可是咱正菩萨呢，伊无因为这个戒严令的控制，伊有咧关关突破，伊每每派伊的这个音响一组麦克风呢，深入这个庄稼乡村。去弘法报告，看是佛寺也好，吼、哦，或者是呢公共场所也好，除了讲经说法以外，佫放一个幻灯片，幻灯片，
无非就是教我呢，予咱人会善根流落下去修道。所以呢，伊过去，那么受着伊影响来下辈人也非常多。我来台南无偌久，咱正月生菩萨伊共款伫电台个方法，我捌听过，是伊佛法的洗礼啊，我感恩在心内。所以再多，咱的正月生菩萨也感谢一下，伊目前伫咱头前遮，好，起来好个，好，这里。伊是咱佛教界在家菩萨的前辈，日本人叫前辈啦呢，咱老前辈就对啦吼，都感谢伊呢。所以后辈人爱感恩前辈，前辈嘛有伊前辈啦，伊出力推，甲佛做遐起哩。所以有感恩未尽，有说未尽的感谢。所以弘法法师，伊始终拢徛伫度众生的最前端。也摇动佛法，和每种真济人唔捌佛的人呢，来了解佛法的真理，因此呢，善根成就来学佛的。好，随咱个讲，讲这修道过程当中啊，富罗那尊者呢，是如本法师真崇拜一个偶像。理由真简单，因为方法无容易，为安那无容易，咱诸位在座嘛真济佛教界的前辈啊。伊嘛看真济法师，出来方法报告轰轰烈烈两三冬，到无偌久呢，唔知影消息是真干净，唔是妄心哦，退道心放未落去啊，苦念太济。所以啊，会当发愿的方法度众生，实在功德无量一件。咱的讲话，咱的讲话就是讲，富罗那尊者呢，伊发愿要生生世世要做十方诸佛伊方法的弟子啊，所以释迦佛祖家授记讲。五佛祖当中的说法第一，富罗那尊者，伊一遍嘛，予所有佛的弟子真感动啊！一遍富罗那尊者拜别了释迦佛祖，原因就是讲，某咪一个国家，遐是一个真落伍，文化真差，经济真差，人民百姓呢，讲到无听，就是介野蛮的一个民族性国家。释迦佛祖，当然知影。我有个试探伊心态啦，讲富罗那，你要去迄国家度众生，这是好代啦。唔过啊，你去遐时，遐人民百姓无信奉呢，会甲你诽谤呢，你要安怎？富罗那尊者甲讲，伊甲我诽谤，都还袂拍我哩啊。佛陀讲，你看你偌有能耐呐。伊讲，啊，如果伊来拍你，你要安怎？伊讲都还袂摕一头发牵你咧。哦，用如果那摕石头砍你，你变怎？伊讲最起码我要受伤你啊！如果你若受伤，你变怎？我都爱袂死你啊！啊，如果若死变怎？安尼上好，为教成功啊！注意啊！即款的精神啊，即款的方法者啊，识条做鸡鬼船也无歹啊，有若无兴嘛，就爱兴啊！所以方法的过程当中啊。真正千辛万苦，较早在去讲堂的时候，在去讲堂的时啊，我嘛受真侪委屈，受真侪真侪外道糟蹋。等个起事时，我还受困呢，我等个无款啊，功德箱啊放伫外口，唔知对一个前辈头先讲呢，伊红包内底包一万，可能伊家己放的款。哦，我看一下讲，唔知哦，这真正足大考验讲。好啦，好，这阿妈做到因果，你来看，种种刺激甲糟蹋，那么说咱修道当中，无影讲咱无种种考验，若讲无考验，这是无影的。所以在学会当中呢，足是考验，咱卖考对，无呢，要做方法第一的法师，敢遐尼容易？无遐尼容易。好，就要听好哦，念佛做功德。乃至回向就是因啊，然后往生净土就是果。在这个所在，咱们讲话，除了是三宝世间做足是善根因缘，做真是念佛的工课，以外呢，这个回向也足要紧。我伫经典有看过，看到讲有真济下苦的同仁，因为伊无回向呢，拢构成往生的障碍啦。我再运用这个明朝四大歌经，有一个偶遇大师，
这个奥义大师呢，有讲了几句话，值得咱个思考所在。伊安尼讲，随看相片字无吼，伊安尼讲，上帝啊，上品仙，若不回向，亦不得往生；若芝麻小仙，当得回向，亦得往生啊。注意看清楚吼，这段就是讲了，一人哪怕是天下间，伊功德上大，算讲是地球有五十几亿个人口啦，哦，大家拢欠一条命，安尼福报功德上大，对唔对？人上珍贵个、上宝贵个生命，竟然五十几亿全地球人欠一条命，你个功德大个多天啊！我都去形容啊，听好哦，算讲这是上品仙哦，听好哦，纵然上品仙呢，若不回向。也不得往生，也想看卖啊！伊讲哦，哪怕是呢芝麻小蒜，像个芝麻小蒜，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的芝麻，迄磨里头啊，迄磨啊点啊样呀，都卖讲是念南无阿弥陀的，念这个佛啊不要紧呐，南无阿弥陀拢无碍，都佛佛念佛陀啊，哎呀，会用净土叫上去的芝麻小蒜，所以呢。回向的意思就是讲，有一股向心力，有一个超越，不染着五欲六尘，不停顿在娑婆世界，一心一意的呢，愿力心很强，有一股向心力，这是回向的本意啊。如果为佛弟子不能肯定这点的话呢，做功德念佛而不回向的话，你要往生难呐、啊。哎，那回向有重要不啊？注意啊，回向非常重要。那么对凡夫众生中下阶层，未当无回向，上根基的嘛是有结回向呢。哦，这个、三千位的菩萨都爱回向的，何况咱还佫是外凡位菩萨，哪里会当无回向呢？回向简单讲，就是一股向心力。除非你本身证得所谓的无功用恨的菩萨，因为无功用恨的菩萨本身呢。不用自己鞭策自己，不用自己呢来勉励自己，自然由内心自由意志呢产生一种修行的向道力。有功用恨的菩萨呢，他本身呢、啊、不行，伊道德无够，无就摄动家己呢向菩提慢进一步多。所以呢，这回向有一股啊无形的力量，就是咱的心，给你摄动，给你摄动，怎么达呢？回向就这意思。你来看，你都无心，你都无心往生叫世界，哪怕阿弥陀众人呐，用布袋个第一布袋落去拖去叫世界，你要去无？你甲叫甲找哦，因婆较好咧，甲拖叫世界，我要娶某了，一定讲这句话，对不对？无欢喜嘛，我不去嘛，我没有回向，没有向心力嘛，你甲阿弥陀甲找呢，讲我都阿未娶某，阿未结案啊呢，你甲拖叫世界，完全结当哦。这回向包含有一种所谓的自由意志的一种选择性，伊欢喜，伊要去，安尼呢，造我的构成往生的净土条件啦，安尼就清楚啊，这非常要紧哦。以上就是呢，甲注意讲出世间一点一滴，咱感触会到的因果，这容易明白，后壁要愈讲愈深哦，听好，因果有三种，第一叫做单纯的因果啦，咱讲较白话咧。第二叫做因中有果，果中有因。第三叫做无尽的因果啊，是啥物话叫做三种因果呢？来注意听，单纯的因果，就是、以上所举出的十外种，在生活当中呢，你感触会到的，感同身受的。我骂你就是因，你动也未开，我就是果。我咧赞叹就是因，结果呢，你哦就不那输，都亲切感的，对我真友谊哦，这就是果啊，你感触会到。这个单纯的因果，有前后叫做现生，这四点看得到因果。个第二种叫做因中有果，果中有因，来注意听好哦。是啥个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呢？来，咱做一个上简单的譬论啦。譬如讲，一个苹果，吼、哦，苹果
啊，差不多十几年、二十几年以来，拢进口过啊，当然有去证啊嘛吼。这鹏哥最了解，鹏哥你讲是果还是因呢？鹏哥讲因也对，讲果也对。安尼唔是模棱两可，那我如本话是包起来哩。那你听好，已经开花结果是了一家哩人，在这罐瓜熟蒂落现有的苹果呢，我们称为是果，这是无唔对。但是你敢知影？果中有因呐、啊，这苹果内底有籽呀、啊，这籽你个点头瓜又果是构成以后点头瓜的茁壮，甲压水灌溉施肥人工的照顾。伊个性佫开发得过啊，伊过就是因啊，因就是籽，啊因中有果，为了因中有果，即马虽然还袂个点落去，这个因内底又佫有果，这个果是为着来，来为精神来啊，以此类推，往上或往下都可以，因果是这么一回事，叫做因中有果，果中有因，迄是苹果食物性的啦吼，植物性的吼。啊，咱现在讲人就好，咱人嘛是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呢。以佛来甲恁讲，目前咱的身躯肉体叫总报体，总报体就是多生累劫，生生世世自善自恶，自无记业，自业的当中是累积感召投胎转世，加足父母的这个男精女血三项结合体啊，男精女血就是。哦，男精女血，佮加上咱的意识，这精神界呢，三个客串构成的五蕴之体，叫总报体。好啦，问题来啊，这个总报体就是果啊，但是这个果呢，会当当作因子啊。我不管我身体是好是歹，是健康是拄病苦的，是富是贵是贫是贱，不管遐只总报体，很意味。即卖数学名称叫做总集合啊，善恶的总集合啊。啊，这个仙姑啊，虽然是果啊，但是伊有个灵做因啊。我会当念阿弥陀，改变以后我命运啊。我会当做祖先，改变我命运。我会当亲手改变位，改变我命运。果有个灵做因，哎，你最有清楚无啊？这叫做因中有果，果中有因。这个仙姑对上来讲。推演了过去的无尽的无量寿以前，对未来来讲，能演化无穷无尽，凡夫所烦恼，所烦恼就是讲，我顶世人看未到，我唔相信未来不也是看未到，我让你猜是，这点危机在这所在，所以讲叫做哪，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就听甲有，今生看较会到啊，啊，这个过去的一切，你嘛袂当因为看未到就甲否认伊存在啊。也因为标榜现在是科技进步时代，太空所飞到他方世界去啊！这个人自以为是知识分子呢，伊看电视人看未到，伊当初伊看未到，伊个好人。这也因为伊看未到好人，讲过去成长因果，甲未来因果，因就断送伊，断送他的善根呢、啊。我感觉真遗憾啊！你若讲看会到，无一定实在呢。啊、看未到的，不一定讲就无呢。来，你若讲看会到是真的，我问你，你看水影，你面伫遐咧，有目睭、有嘴、有鼻咧，明明水中有影，但是沙无啊，迄、那个形式咧，无当也无我咧。水中影如幻如化，你讲伊真，讲伊假，要安怎讲？看会见有影，你人无啊？看会到不一定实啊。看无，你不一定袂当讲伊无啊。啊，如果若无一个佛性，无一个心魂，如本阿叔演讲到即卖已经将近呢，要三十分钟，请这整三十分钟呢，三人去讲话，精神界。如果你无认同这点，讲是肉体去讲话尔，为何我死去，我都爬起来讲，大家阿弥陀佛，为安怎无法度？这就是严重性伫这社会上。演变有这唯物论甲唯心论两极化错误思想，佛教讲无唯物，也袂使讲唯心。讲唯物唯心，无法度构成一个生命体。一定呢，佛教是讲色心缘起论的问题。现在让呢，把一件代志呢，圆满讲出个真相来。所以咱们讲话，咱今日
在这所在讲因果问题啊。第二讲的这个因中有果，果中因，也是这道理。所以佛教相信，你这人歹命不要紧，甲贫苦不要紧，甲善家不要紧，你若甲付出有代价，我嘛相信这因今晚会成熟。这世界人稍微赚着就有钱啊，有的是较拼势赚来，不管是辛苦还是无辛苦赚来的钱，这跟这世人的努力有关系。但是你未敢好人跟过去成功讲伊无关系啊，哎，对，过去成功讲无关系，安尼是相信今生因果，好人过去因果，安尼去积减对这因果解说呢，以偏概全，无正确。所以有人讲，哦，迄人出师未讲话，做何讲话呢？这是有天努力也有关系，加上过去成功，使得伊个风吹云散，化开个乌云业障的，伊地位开也有关系。这无影讲自古以来讲有天才，像刚才讲的，天下敢无天才？天才意思讲吼，可能是爸母的优生学较好啦，爸母伊这个款吼品质较好啦，伊工厂较好，所以生出来吼，伊囡仔就拢较巧、较敖。讲无影，你毋捌听咱台湾人讲一句话，歹得出好顺啊！像我隔壁这都好，啊，因老母是做乞丐，因老爸是去捡垃圾的呢。啊，现在囝读书只要较敖，我变到要死我。你是要安怎讲主意啊？好、哦。啊，有诶啊！因阿爹、因阿娘，拢是当处长级诶，是老师哦。结果囡仔生一个比白痴诶，你看，你毋知要安讲较好。所以呢，爸母诶基因、爸母诶缘无够好人以外，搁加添你爱相信一个事实：每一个人的业力果报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你不可以谋杀这个事实。安尼注意清楚吼、哦，这足要紧诶哦。好啦，这就是家对讲讲这因果问题，吼、哦，咱的命运绝对会改变你的，无影讲未改变你的。我唔相信讲命运未改变，哪讲未改变，唔是佛法，佛教唔相信，佛教唔相信有宿命论跟定命论。什么叫宿命论？什么叫定命论呢、啊？定也好，宿也好，伊就是讲你这世的人的富贵贫贱。也已经呢，过去成长所做的业因，随着这些人无得改变的事实，你善永远善，好业永远好业。这个宿命论跟定命论，佛法不讲定命，也不讲宿命。佛教讲无得宿命，也无迄个所谓的定命。咱人这些人好业，你努力，有咱一面来成熟，善会变好业。好、哦，啊，你这人做好业，一面业障来加。拍落的时阵，切的时阵，落客的时阵，好业嘛必散落去，是由业力来给你决定，由你多生累着善业来给你决定的，安尼注意清楚无啊？这足要紧的。所以咱有经嘛常讲，天下间，天下间无绝对的好人，也无绝对的歹人。好人甲歹人呢，是受于伊的这善业恶业流转过程当中，暂时浮现一个过程而已。好听讲，你今世呢，你姻缘好，出世伫好个人家庭，出世伫好命人家庭，家财万贯，唔免用你的一撮气力，对咱生一寡多钱啊塞落啊。这我也注意讲，这嘛唔是绝对的，哦，当然嘛是你思维。啊，如果你也是无法度好好保持落去，如果是坚持歹呢？哦，你母一个，你家财万贯，因为你祖先留的物件，伫手中而毁坏啊！天下敢无绝对？好人歹人也同款，因为环境好，造作一个好人；环境歹，造作一个歹人出来。当然，有一挂人呢，伊未受于环境影响，保持伊的真正呢向前行，出人头地嘛是有啦。但是咱要讲，佛教呢，伊相信这个命运是怎改变的。如果那是未改变呢，唔是佛法的道理。好，注意人要讲话啊。既然因中有果，果中有因，那安尼讲起来呢，这世的人是无量劫所做善恶之业的总报体，是果。但是咱咪当做为以后为自己铺路，作为以后的果啊，这个果当当作因，就念阿弥陀佛啦。无量劫以来，安怎投胎，问咱的业力。
既然投胎来这出世做人啊，啊来出家做和尚啊，做女本啊，我总不退啊，啊我也无冲呢，啊出世嘛去六道中啊，以及六道中一冲呢，不如念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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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就是因，最后为我业力原因呢，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果啊，安尼是毋是命运在改变呢？无唔对，在改变。虽然人生佛。生魔上升对落，拢总呢，咱家己当主宰，安尼才是佛法，安尼就清楚吼，这也足要紧的。第三叫做无尽的因果啦，无尽的因果也当称呼叫做无量的三世因果。尤其这期的生命诶，这因果谈未来的因果有息息的关系。你在循环不止不罢不休，好、哦、一股洪流的生死圈呢、啊，始终在六道中呢，团团转呢，也登未出去，射未出去，客未出去啊！这才是众生的悲哀所在。所以以上甲诸位讲呢，啊，就是讲因果有三种，就是呢单纯、甲因中有果、果中有因、甲无尽因果，就一世因果、两世因果、三世无量因果啦，像车轮啊。车轮啊，确实嘛，伫遐射未出去，360度，确实射未出去。所以佛陀真厉害，讲六道轮回就是安尼，轮就轮啊，咱大家开车轮啊，确实嘛是伫遐，360度拢伫遐射未出去，是安怎射未出去？天人阿修罗地狱畜生五鬼，永远永远都射未出去。你射出去，就最起码出三界，最无嘛阿罗汉通个碰啊。有菩萨通碰啊，你拢无在调，原因就是呢，因果给拔掉的。什么因果？不是恶的因果拔你尔呢，善的因果嘛拔你呢。所以啊，咱佛的地主，我昨讲过一句话啦：佛主不升天呐、啊，升天恢复的地主有影。天上的福报享受，荣华胜过人间的8000倍呢。伊虽然8000倍比人间较荣华、较富贵、较快乐，但是免不了福报会尽、善定会尽、会对落危机啊！这也就是为安怎佛的弟子无升天的观念，道理在这所在。所以呢，咱就要讲话，六道中咱有分，因为咱还有业要砍掉啊，和因果拔掉的。善，天上的十善修会好，有善定就进入天界啊。啊，先嘛，搁你拔掉呢。所以咱注意，唔知有放袂记无？伫顶面我讲一句话，六祖大经讲，讲迷人修福，以为是修道啊。讲迷迄个人，无了解道理人，或者修福报，做功德就是去修道。伊甲你讲啊，来世去，哦，向人来世去做人诶，你罪嘛搁存在。哦，所以是起足大经诶，无个方法，起足大经诶。去拼去寺庙比赛，哦，安尼呢，唔修行，即款人修一个福报呢，后出世嘛是伫三界内底啊。所以你会当出三界，未当出三界，是关系到呢，你有真正有去修行无？有脱离这善恶会束缚无？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咱无反对人做功德、做善事，但是爱人超越这善恶，唔善嘛是靠你扭掉的啊，天界。大家呢，非常非非常出天，会当保持8大劫。那即马天文数字呢，那几百万亿年，咱无得算啊啦。8大劫足长啊啦。可是呢，遮尼长的时间嘛是过死的时阵啊，所以天界无究竟啊，道理在这所在。好，咱仔细听好哦。这个因果的性质呢，已经甲注意讲有三种，就是呢，单纯因果。这个因中有果，果中有因，甲无尽的因果。那么下面要讲这个因果伊性质呢，有四种。好，好，注意看好哦。先要边样来讲吼。第一，因果是平等；第二，因果未错乱；第三，因果是公平；第四，因果是早晚必然一报的。哦。所以因果，咱大家在咱社会上，乃是出家师父、在家菩萨嘅方法报告呢，往往会讲因果是指着歹，安尼唔对。因果两种，
有善的因果，甲恶因果，甚至有出世因果啊。好，咱要讲话啊。因果的性质哦，第一，伊是公平啦。因果是公平，啊，无可能呢。吼、哦，你做一年的功德，讲会欠半年，还是加两年呢？因果是公平，因果绝对是平等。人世间人讲，食人半斤，行了八年呢。本来是肉济也好，感情济也好，金钱济也好，拢总是呢，到最后平等必然的收报。我只用一个来讲啊，因果你搁偌久呢？只要互伊拄着、呛着、碰着，因果会报应。我用一个给你听，我这个例也捌提起了，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好、哦，有一个婆罗门女啊，好、哦，阿呢被这外道给买收，买收呢，阿等释迦佛祖伫遐讲经说法，竟然伫遐广场大众，这个外道呢，这个、女性呢，全走入佛祖头前，向着呢听经的人，滚下千万人，足人去听，当下就化忧安尼化啦，讲注意啊，注意啊。你敢知影我这间巴肚坎上有诶？会较好诶人就讲，吼，还是坎上有诶。伊就讲，我这间巴肚就是坎佛祖有诶啦。哇，这间无伊，伊讲啊，是啊，我踏到地方啊，佛祖直接去啊，我入中现前啊，佛祖知影。那我一直发哦，下骹人信诶，总是有信；唔相信诶，总是唔相信。因为听见人唔是每一个人诶角度，拢总是有善根，拢是对因果肯定。对住来正法，会采信的啊！啊有试探的来，啊有听看卖来，啊敢有影来，啊有多年修行有道行的人来，总是百百款呢。下骹人呢，迄声音杂音一大堆啊，议论纷纷呢，目冲一时啊。到最后时啊，目建连伫边啊看袂过啊，即声佫继续佫讲的哦，佛祖也免讲经啊啦。即声佫讲的啊，偌济人会因此对佛祖产生怀疑啊。可是有做是幸福的人，敢做这个工作？当然，以事实来讲是未啊。但是目建连自卑，惊讲这代志搁延续落去吼，会作成中毒，会贫。所以呢，伊这时阵啊，目建连就用伊神通呢，变一只鸟鼠啊，走去伊巴肚迄腰带甲咬断去，然后一个面汤啊，落去涂口呢，轻轻锵锵，轻轻锵锵。吼、哦，我听讲夭寿，夭寿就是安尼啦，不要死嘛，无遐艰苦呢，吼、哦。要让死，不一定太好死呢。你甲诽谤就死啊，诽谤就死啊，站袂住，吼、哦！你竟然磕倒伊啊！啊，到尾啊，这个查某人呢，知影闹亏啊吼，真相大白啊，因此见笑呢，走哪背呢，连回头看者都无呢，哀哀叫别个走。以为大众阿难尊者就讲话啊，释迦牟尼佛世尊，那么为安怎？为安尼，当初你是已经三明六通、开悟证果的圣者，你当场就知影伊来龙去脉，这是假啊！巴肚内是白面汤的啊！你为何当下无要甲揭穿伊事真相呢？然后释迦佛祖讲两句话，哦，我听着真感动。伊讲：虽然消故业，静默造新殃。意思就是讲，意思讲哦，我含这女性。道生累劫后结缘完的，哦，啊，然后我以这个因缘消一寡过去消啊，过去旧业消消呀，我唔忙去做新的栽种。如果若讲过去的旧消无行了，再结果个结下这新的栽种，我后出世过来一遍啊，我释迦佛祖专门托派去个，拢啊通走出来个，哦，伊无可能，所以伊无可能家隔穿啊，隔穿嘞，只是一个旧的栽种。该会，因为释迦佛祖道生累劫，含这女性有曾经结过姻缘嘛，就是呢，佛祖在无量劫以前曾经做凡夫时，要诽谤过这女性，经过几啊劫、几啊世了，投胎转世伫遐汇合，因缘相会，结果完成这组现前，当下个指责个诽谤，所以佛祖伊唔是太个歹去，真清楚伊知伊因果来龙去脉啊。伊讲我即摆互伊诽谤了，我无欠伊因果啊。我若告诉讲，我无嫌伊即个笑，
我甲隔川是毋是旧孝无形新孝呢？伊阁选诞生呢？因阮即个因果都无我都知识个呀。哎，就有了解这意思无啊？因果就这么一回事啦。所以讲因果即报应是真平等。当因果要现前的时，你要逃避也无可能。当因果现前的时，你想讲呢，快当占几年话，欠几节啊无，也无可能。就这样啊，公平来行这因果个。过来，因果性是第二种，叫啥呢？因果被错乱。因果个布比这个呢，这个方向盘比这个呢指南针较准。这因果个布啊，哦，比这个呢社会上法律呢搁较准，绝对袂错乱呢。因果袂错乱，简单讲，你欠债呢，你要还债呢；债呢欠出来，哎，你要还出来。因果袂讲来老爸做歹来报囝，囝做歹来报老母，无可能的。只有因有强业，这另当别论。不然也无强业呢，因果你就是你走袂去。像我讲一句话，因果个报应啊，像讲叮当过去呢，啊，有所谓一个修理车的工厂，那三更半暝，这修理车这师傅呢，可能是要前进，结果呢，伊紧张着，又要站落去呢，佮拍到这目骨个呢，成倒退路，啊，弄死内底吼，有呢七八个人，弄死五六个人去呢，家是查某囝去补习，当然无去弄死。这共业啊，照讲规条爱死啊，但是做囡仔都没有共业啊，他们无共同作业啊，吼、哦，啊，等下家上一代就伤心尔哩，吼、哦，对不对？所以讲这因果就是有这个啊很微妙的，一定袂错乱出准的。你要注意，一当下当面前头啊，定来思考这问题，人生的过程，你会觉得说，唔免别人降服你自己，你自己懂得因果，就懂得呢自己降服自己。哪里讲话啊？因果袂错乱，绝对袂错乱的。我定只用一个例啦，啊、哦，我甲踹，甲扒着嘴巴，啪一下甲扒着咧，疼是疼出来，顶我坐伫隔壁。无可能讲拔出来呢，只有嘴巴疼啦。啊，只有嘴巴疼，叫做因果错乱。事实有法度无？无可能。我拔出来呢，出来嘴巴疼是理所当然。出来伊嘴巴无疼，跳丢来，丢来叫做衰。但是佛教找无这个衰这字的，因衰就是因果错乱，因果报了唔对去，叫做衰啊。安尼就清楚无啊？这都要紧呢。所以我自从捌因果、了解因果学佛以来，我自本从来唔爱讲一字衰一字啦。我所报应的，所拄着业障，拄着不如意，凡事有伊前因后果。是咱知唔知，明白无明白，对前因无了解，只要看是看个果尔。因主知影果，唔知因，这是众生不知因果，伊可悲所在。所以真侪代志莫名其妙，拄着不如意，个万天尤人，就世间人讲，我的天哪、啊！西洋人叫做 My God， 我的天哪、啊！哦，把一切不可知、玄妙，我都推测个，我都了解，杀个天，超天，天真冤枉啊！我若老天爷，我会讲，日本啊，因果去看过，你就别讲 My God， 我的天哪、啊！把一切遥不可及的撒撒去给上帝和天的天也叫冤枉，伊嘛唔敢承担这个事实啊，因为一切是由因果业力来主宰来决定的。哎、欸，你对清楚吼，这都要紧的。第三，因果是公平，你有迄个果，果是由因来，公公平平，哦，一两就是一两，一公斤就是一公斤。欠偌济来还偌济，又不得你呢？来给伊发帕拉肯，下面呢底下讲要拍折，无可能是公平。但是呢，在世间上，咱看真济乱象。你看这乱象，以为讲因果是乱的啊，吼、哦，还是唔爱相信佛法，这是真冤枉的。二还佫唔知啥个因果，所以有一次啊，佛说
善恶业报差别经。这阿难尊者问释迦佛一句话，讲佛祖啊，啊释迦世尊啊，啊你唔是讲所谓啊正善必善报，正恶必恶报，那为何真济社会上人为君子做歹代志人，但是伊拢是有真好果报呢？是有真好报应呢？安尼是毋是因果错乱去啊，颠倒去啊？安尼上信会落啊？伊佫甲问啊，啊那有一挂人做真济呢好代志，做真济普罗造桥、布施施舍，做功德非常之，但是佮最后临命终无好报，死个真歹看。这是毋是佛祖你讲个毋对去啊？世间无因果哦，因果错乱哦。佛祖甲讲。错了，错了。因果要现前，爱问伊条件有够无，因缘有够无？来，我介绍给你听。咱讲因果，因果，安尼讲是无齐全，因来阁加一字啦。因加缘，因缘的缘等于果，因加缘等于果。所以因加缘的因加果当中，一定爱有这缘的汇合，因才有咧构成果报，佮因缘汇合，果报才会出来。我譬如一个来讲，毛泽东的时代、文革的时代，也是建共产党的时代。那么毛泽东发布大家都听啊，伊政权当巩固时阵啊，哪怕是台湾的人民百姓、红卫兵造反杀死遐济人，作为政权遐个巩固当中，啥物人有才调伊咧？啥有伊下落啊咧？无才调啊，因为伊面还袂成熟啊。因为他想永远做那些坏事情啊，这样呢，当中有可能啊，他这块势力要等到他真的时候，才有法度摇震动。不然呢，你看像李登辉用，让你上头给破那红白落去呢，在老蒋时代在剁头啊。要讲因缘，这缘要成熟，因为毛泽东时代那缘，才坚固，政权足在，他会报应的，会报应。包含对这历史对这政治也好，社会上也好，凡所的也做有啥物任何善恶代志，终归也有报应。啊，最后有报应有，好、哦、啊，搁有啊，是讲即摆伊啊，好财条啊，财条官势大。啊，等下有一天无财条时阵呢，就歹讲咯，因就是保护伞甲保护条的啊。咱落条的时啊，毋是低调，落条的时啊，无去做官的时阵啊。一条小一条小慢慢清，慢慢清。一条一条一条清了呐，伊免清洗啊。过去呢，伊拥有政权，拥有势力，拥有呢即款呢巩固呢维持掉的。所以因一加缘，这个缘还袂清洗啊。哦，这个查头前物件，警察缘都是还袂到的啊，也袂到，唔是代表就导致发梦飞飞呢，哦，逍遥法外呢，歹讲。还是遭遇到果报的，所以伊咧果报爱问讲因加缘，因缘成熟未？无成熟，果未诞生。我要投胎，我要投胎，但是找无有缘阿爹，找无有阿有缘阿娘，无这男精女的，我着构成投胎的条件。啊，有阿爹有阿娘，吼、哦，纵然投胎落了后，妈妈想要生只吼，食冰吼，还是讲食了伤冷吼，还是食了安怎？出问题，我流散哦，我说出事未出来，种种因因缘佫变化去啊，所以缘爱成熟，所以我讲哦，因缘具足，因缘具足就是道理，爱执着。就像一台车，你无电啊，袂走；一台车无电火，暗时你唔敢开车；一台车无方向盘，你无得开。因缘爱执着，执着伊果报就诞生啊。佛教是讲这道理。哎，那你讲个相当科学呢，无唔对啊，是名词无同款的啊。吼、哦，所以讲呢，佛陀甲回答我讲，有影，伊即卖做遐是歹代志，吼、哦，但是呢，并无受报应，就是伊即卖福业佫较大，伊福报的业力很大。吼、哦，即卖讲叫做保护伞，佮保护掉去，但是呢，伊衰灭业来扑啊吼，迄、哦、身不由己啊，伊不能自主啊，伊就无得同你交一连七十二遍啊，最后一条一条。立出来算啊，因果就是这么一回事，非常公平啊，未错乱去。过来，因果的性质第四呢，叫做因果本来早晚一定会报的，
绝对会背啦，无可能讲无背啦。我再运用这《华严经》呢，有讲了四句偈啊。伊讲：卡数百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无时啊，果报还自受啊。这四句话是画出了一个修道人爱认同因果，早晚必然爱受报应时阵。假使是假设啦，你百千万劫以前有做一件善，做一件恶，这善恶的种子，若是伫你地背下来意识，你心内时阵啊，只要伊无叫消灭去哦，阿嘛无可能消灭。哦，那么坚固存头啊，只因你家顾好好啊。等到崩了时阵，堵了时阵，你闪袂去，破袂去，必然果报还自受啊。阿爹作业，阿爹去行；阿娘作业，阿娘行。你阿无就代替伊，就哪像像咧地藏经所讲的啊，这句话真对。辅助至亲呐、啊，基路国别，哦，众人相逢呢，不肯代替啊。阿爹含咱的后生都上亲的啊，亲是亲啦、啊，唔过保命中各分东西啊。该对落就对落，该上升就上升啊！如果讲，如果呢，你对地角的事叫阿爹代替呢，何格出顾卡顾手留不多，留长啊多？你阿爹讲，你家己来哦，你家己做哦，我唔敢哦。干手挂一杆囝尔，就赶紧惊破伤风，要做破伤风的事啊，赶紧听起来啊！哪里伫地角的当中无去做麻醉事呢？迄提刀我不懂呢。啪开去呢，呼，感觉开始流动较多呢，千死万死啊！死了热风佫吹过吼，伊佫挖起来，挖起来佫流呢，千死万死一工。如果那百千劫就百千劫行完呢，伊才有可能离开地狱啊，叫做无间地狱，又千个叫做无开挖哪呢？无开挖。所以啊，在修行当中啊，佛祖在《华严经》讲啊，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时，果报还自受，道理在这所在。所以他们讲话啊，总是啊，凡夫众生啊，伊呢唔知因果，一下化无因果呢。如果天天生活伫个因果当中过日子呢，咱是感觉非常可悲啦。有人讲，哟，啊，阮夫妻是善缘来，爱恶缘来，我的囝是讨债来，还是行债来呢？你唔免甲考虑遐济，你生活你就感触会出来。我运用一个开悟祖师，叫做悟道禅师呢，伊讲，所以看相片吼，即听真精彩。伊讲夫妻是缘，善缘恶缘呐，无缘不足啊。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啊。吼、哦，这几句话了后，就知影讲夫妻之间的缘。是善缘来，还是恶缘来？不管善缘恶缘，总是有缘呐、啊。啊，构成夫妻就是无缘不足啊。哦，讲夫妻之间呐、啊，哦，大家思想观念好沟通，意见大家好参详，可能即阵在思想上一直呢都无摩擦。哦，啊，我若该刚强的时候，太太该嫩，太太该硬时，我准放嫩来呢。安尼呢，柔软跟刚硬调配很恰当，迄度无足大摩擦，迄较显缘点啊。啊，那翁仔咪热冲太太，伊也要撞呢，迄两个讲了都呛咧呢，无意思也带性命。这就是无结善缘啊，我唔退让啊，退让就是我矮你一截。这就是呢，在思想观念不能和谐，在这经营之下，夫妻之间的争端就产生出来。这叫做呢？夫妻是缘，不管是善缘恶缘，总是有缘来啊，有道理。有诶较浅，有较深，哦，总是有缘来。啊，你后生祖囝做你儿女啦，不管是讨债还债呢，嘛是有债才来啊。有诶囝，阿爹阿娘，吼、哦，家呢多乐，伊真欢喜，做毋着甲嫌，甲纠正，伊真快乐。迄就是所谓呢，来还债。啊！一寡你后生做囝哦，甲学咯，伊讲爸爸妈妈可能有企图哦，我还是小心为患，不然的话，不小心的话哦，可能是中了爸爸妈妈的计啊！
哦，因为他也曾经设计过我，所以我不得不黄心。注意啊，这有这个猜忌心很强的人呢，你竟然敢无言，所以你个儿子还未知呢，啊，佮嫌讲，哦，妈妈，咱两关系结冻哦，好，你都莫食老，哦，你莫食老时阵，是够你知影，连看都唔看，这个是明明欠债要讨债啊。所以不管是讨债也好，还债也好，总是一句话啊，无债不来啊。趣味啊，安尼明白无啊？所以啊，咱就要讲话咯，生活就是因果啊。你就朝一点一滴，袂当脱离因果，讲另外有生活。如果讲你唔相信因果者呢，你当下就含自己的行为呢来唱反调。如果你也是唔相信因果者呢，你当下就是呢含真理啊来过意不去啊。如果你若唔相信因果啊，就等于你自己呢，哎，唔承认你自己行为的一点一滴。你有在这所在，因为找不到你的行为思想，乃至你的起心动念，甚至你的行为行诸自我当中，讲会当脱离因果当中的二能独存。因果，你唔该甲信，因果嘛存在；你要甲信因果，因果嘛是存在。因果唔是你信，唔是你问题。咱嘛要讲话。有做来人间，因果嘛存在；无有做来人间，因果嘛存在。因果唔是佛祖的创作品，唔是生命的创作品，唔是他人的宽慰的创作品。因果是问讲你到底有做善恶无？有做善恶，因果就诞生。哎，你讲注意清楚无啊？所以啊，讲因果啊，说因果啊。因果说不尽啊，因果若说尽啊，如本法师就无头路啊。所以啊，我不跑快回来。所以因果呢，希望注意啊，你生活当中是不是考虑今仔开始小甲思考一下？我相信咱以为一两千人呢，对这因果呢，多少有认同啊。我希望你五分的当中。经过如本法师今夜之间，安尼宣扬讲个清楚，有进入万象呢六七分入面。如果那是八九分的当中，嘛希望注意因主有开悟这因果真相，客于十分之十。如果神经底下飘的，那么入面那么入面呢？因为如本法师个塔一个呢，跟正入面呢才有三四分，给你恭喜，给你祝福呢。因果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面镜，所以也有人讲三宗十二部教典呢，就是一部因果录。因为伊有讲了世间的代志，有讲了出世间的代志，哦，最后要达成不二法门呢，就是呢，所以啊，出世不出离入世，入世不出离入世，入世跟出世唔是两样物件。最后爱讲个啥去？因为时间是无允准，祝大家法喜充满，时间也到吼，明天再会，阿弥陀佛。咱半出时间是因，这个事情的机缘，今年咱在场的菩萨，今年会有真大的福报，会行大运，这是果。明仔载千万唔通缺席，咱即马请咱的上人来甲咱回向。来，大家请合掌吼，咱师傅有开悟啦，有开悟啊！哦，来感觉咧心观话真是欣慰吼，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至三道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哦，明天再会，阿弥陀佛。请诸位菩萨起立。
咱以最热烈的掌声，恭送师父回寮。Thank you.